本文编辑剧透社，小童，未经授权严禁转载，发现抄袭者将进行全网投诉。在说到现年41岁的香港歌手蔚蓝以及双胞胎妹妹蔚诗的名字时，相信一般爱听粤语歌曲的网友们对这对姐妹花是感到不陌生的。不知不觉间，二人入行至今已经有19年的时间了。在这段时间里面，二人的事业也是走过了不少高山低谷。同时在过往的音乐生涯中，特别是蔚蓝给不少听众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作品，他的歌曲至今都是传唱度很高的。蔚蓝在初期签约的是黎明旗下，当年的他凭借着歌曲大哥一曲横扫乐坛多个颁奖礼的新人奖，那个阶段的蔚蓝可以说是非常火。之后蔚蓝在2015年月满离开了 Amusic， 与胞妹蔚诗一起转投了华纳唱片。不过在最近一段时间，外界就一直有消息传出两姐妹都一起不再续约华纳，决定离巢发展，而该消息也是被大家热议了好几天。直到今天18日，蔚蓝以及蔚诗才对这件事进行了回应，二人都透过了社交平台公布了离巢的消息。蔚蓝就在社交平台上以中英文回应了这件事，他表示自己在7月就已经是正式离开了华纳唱片，而离开的原因是因为他想要体验一些新的东西，所以他就认为在尝试新的事物之前是需要彻底从原来的环境中脱离出来才能够实现。而对于在华纳的种种，蔚蓝也是很感谢公司的所有同事，毕竟大家也是一起走过8年的时间，留下了很多的回忆。他说新的旅程可能会有很多难关，但我会拥抱所有不确定性，并爱上一切的神秘感。我会好好享受这段过渡期，毕竟这就是魔法发生的地方，就随风带着自己进入到人生下一个篇章。同样蔚诗也是在社交平台上，并且也是很感谢过往在公司所发生的种种，大家一起经历的高高低低。同时蔚诗也是与蔚蓝一样，已经是做好准备迎接人生中新的旅程的，让他以最好的状态进入到另一个新的阶段。而虽然说蔚蓝与蔚诗在社交平台上称是想要有新的尝试才离开了华纳，但在早前的消息中更多的还是指二人的离开是因为公司的资源分布不均而导致他们感到心灰意冷。其实在二人加入华纳初期，他们也是很受到公司的力捧的，特别是蔚蓝，公司允许他在自己的音乐发展上有很多的选择。蔚蓝在华纳的这段日子里，他分别在2018年以及2022年都有在红磡举行演唱会，并且多年来还推出过6张专辑。早年的他曝光率是很高的，不过在近年来，华纳似乎是将更多的资源以及工作机会投放在男歌手上面，比如有歌手张天赋以及洪家豪等等，所以慢慢的两姐妹感到公司给的资源以及工作机会已经是完全不能满足自己。更是有知情人士透露，自从去年7月演唱会之后，两姐妹的收入几乎为零，公司也没有帮他们接登台或者是商演的工作。而说到最后，如今二人也官宣离开了华纳，至于到底是因为什么也已经是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二人可以在之后的发展路上有更好的发展以及成绩。